本想带他出去犒劳一下，没想到来上又出爱慕许愿。就是你这两天表现挺好的，带你吃点好吃的。真的？真的，走吧。你看你想吃啥、啊，随便点，你放开来吃，今儿我请。真的呀？真的。好，谢谢哥。干啥呀？桂林。哎。你干啥呢？我在外边工作呢，怎么了？好，那你忙吧。啊啊！哥，我点好了。啊，行，那个服务。你咋来了？这么工作的是吗？不是宝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今天我就是带他来。对，我哥说我这两天服务的好，带我吃点好吃的犒劳。啊，服务的好，喜欢可爱的了。你把嘴给我闭了啊！别吱声了。我找他来就是骗我妈的，我不想让我妈就是耽误我的感情。所以呢，日久生情，妹妹真是有手段啊！白莲花上位了。什么是白莲花？是说我长得白的意思吗，姐姐？那我觉得姐姐一定是金银花，得真金白银给姐姐花。那个，哎，不是宝，那个你别跟他一样的，他脑子有病。那个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走。宝儿，我发誓我真喜欢你，他就是我用来气我妈的。你信我吗？我不管，快来解决你妈。另外这个月为什么还没给我打钱？你放心，我回家我肯定就把家里问题解决。没给你打钱，因为我这个月带这个丫头花的有点多，我手里就剩20000块钱了，我现在转给你，都给你。然后宝儿，你去逛逛街，别生气了呗。哎，过去了，宝。行了，都给我气出褶来了，我去美容院做脸了，另外快点解决你家里。放心，你去吧。哎，哥啊，我觉得姐姐她不喜欢你，阿姨不同意你们在一起是对的。不是，你懂什么呀？你吃你的饭去。哎，你还懂这个？这边你好，这边想把那个账结一下吧，这菜那个一共889。那个我打个电话，你稍等一会儿。来吧。我想你。哎，好。过去了。先等我钱。若遇见谁，会有怎样的对白？若等一人。